小泡芙自参加某综艺节目之后，不但获封团宠称号，还得到无数观众喜爱。近日，刘畊宏在接受媒体群访时，更是大方分享自己的育儿经，谈及女儿更是幸福得意。他还称周杰伦有跟刘畊宏老婆交流小泡芙的表现，并夸赞小泡芙很可爱，应该会是一个受大家喜欢的小女孩。刘畊宏还爆料自己的另一名好友言承旭是小泡芙的秘书兼玩伴，言承旭经常与小泡芙一起玩玩具，两人互动甚多。采访中被问及是否会让小泡芙进入娱乐圈时，刘畊宏表示这个勉强不来，自己作为爸爸会心疼小泡芙，只想让小泡芙开开心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